Lucky 冠军。大家好，我们是 SMAY。我的粉丝们都叫我小王子。让你看一下一个胖子怎么一样做一个全能舞者。我的名字叫做 House 刘佳，来参加这个比赛，我谁都不怕。我叫不高兴，我叫傻大个。Mr. Yellow 在此。网红太不一样，能有这样的一个节目，把他们这么多年学出来的东西展现给大家，挺好的。不可思议，就是打造一座城出来，就这种感觉很夸张，就是感觉好像是电影里面的那种感觉，特别 real 黑化。希望能有一个舞台，展现出中国街舞的实力。我相信来参加这个节目，一定有很多很强的人。拿冠军啊！我的目标就是冠军，冠军，冠军等着我吧。过来肯定是要拿冠军的，对吧？然后我会用我的东西把你们炸爆。想要看看中国人到底有多强。给我打动我的那种感觉，有可能是一个眼神、态度，你得让它散出来。真的是太有感觉。街舞最重要的就是。dancer 的自己脑子里的想法，还有跳出来的灵魂。资历不重要，重要的是当下和现在的这个年代和观众的审美，怎么去用你的身体去创造出这个音乐的撞击，我觉得那个东西会更激发我。我有看到锅底有料哎，我觉得真的是很突出，一看就说没话可说，我只能给你们听。我觉得他就是太厉害的一个高手，小小惊讶了一下，巨好，超级好，出乎意料的好。我现在想那个感觉，我一起鼻子，因为我太喜欢这种感觉。Sorry， 对不起，抱歉，对不起，辛苦了。就看不懂，我完全没有想到，就是他完全是不按套路出牌的，太惨烈了。完全看不懂，比较出乎意料吧。我不服啊，我真的不服，非常不服气。他看不懂，他凭什么来评断？我巨紧张，觉得舞者都很辛苦。我是对事不对人。我觉得我选错了队长。你今天对别人仁慈，就是对自己残酷。觉得他就是要找最好的。如果要真的是我，我觉得你是没有准备好。我们需要有一个我们自己心的标准，我们就靠我们这个分来选，不是我想要的类型的，我也不用去纠结，然后去争取。每一个赛制都有他自己的原因跟规则。心情又跟不上，就有一点后悔选择他，很纠结，怎么票不多给我一些，我真的很想给他们，是真的想。啊，挺残酷的，想再借两条毛巾。我很紧张，就是因为我觉得我以前我如果不好好练习，一定出不了的。急得我这头发都竖起来，痛，特别痛。给我十秒，给我十秒，十秒。因为选择我这队的选手都是对我很信任的人，所以我必须认真对待他们每一个人。不是我想要的，可惜啊，我觉得特别可惜。真金不怕火炼，加油！再待定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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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剩下的都是待定。谁比他唱得好？证明给我看！闭嘴！闭嘴！努力的人就一定会发光。街舞想表达的态度非常自我，非常有自己的个性，全天下我最厉害。每一个人都很有自己的想法，还有他的无限大的可能的空间。把你们最牛的全展现出来，我们互相尊重对方，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很包容性的很多元化的东西。他很多的自己的态度跟真实要 real， 简单直接自由。要改天我就是我跳的时候最开心，浑身每一个肌肉都是带着那种音乐。我觉得街舞传递给别人的精神呢、是快乐的，它可以用你的舞蹈动作肢体去表达你内心的情绪，感觉到每一个舞者对舞蹈的那种执着和那种精神。我爱跳舞，舞蹈就是我的梦想，就不管输赢，反正跳到死。你是有那种热血，哪怕在地上打滚，每天汗流浃背，你觉得这个是自己喜欢的。